二三，一二三四五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rian B. Akero， 全力赞助 B 老感恩饭堂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百二十三啊！谢谢大家。好的，今天啊蛮舒服，因为下了一场雨，早上下到现在，因为我们煮肉骨茶都啊对着那个炉，又要切肉，又打包，又要洗碗，要洗包，什么东西的。所以今天下了一场雨，哇，让我舒服。今天星期五了，星期五了，又到了周末的时间。好了，这里也是要感谢我们的爱心大使，Dr. Sri Warren。好，今天我们会去到哪里呢？今天我们先做一个 Part One， 因为今天有 Part Two 哦。Yeah， OK， OK。所以 Part One 呢、啊，我们今天去到哪里呢？今天会去到吉隆坡，吉隆坡，科邦。联邦乐龄儿童福利中心啊，终于讲对了。今天会送出啊，今天会送过去35份的肉骨茶过去。格邦联邦乐龄儿童福利中心 ，Let's go。好的，来到科邦联邦乐龄儿童福利会，好，他就把这35份的肉骨茶送过去了，已经。好，当然呢，还剩下几集我不懂，我只是想跟你们说，我啊，应该是多一个星期我就开始要隔离了，所以呢，在这里。要很诚意、很诚心的说，谢谢阿 Carol 全力赞助我的毕老感恩饭堂，已经去到123，谢谢 Dr. Sri Warren。好了，在送完这几天，也刚好，也很巧合，我的那些当归刚刚好差不多用完，几时会煮最后一次的爱心餐呢？大家希望。多一点留意我的YouTube。OK， 好了，周末了，祝大家有一个周末愉快，勤洗手，要戴口罩，拜拜。